呈现被埋没的歌声，隐藏唱将登上舞台。哇！我铁人先生到底会不会唱歌？五秒钟，五、四、三、哎呦，二、一。你们到底用什么标准选的啊？请就位，郭铁人先生要唱的，要唱的歌曲是《一场游戏一场梦》。就在今晚11点，《麻辣天后传》准时上潮。